变换车道，对啊，其实是蛮危险的，可是稳定性还是很好。对啊，因为它是拍的高低点。对啊。我们一般高速公路这样子扯，而且是扯两个车道，那其实真的是蛮危险的。他特别从日本来，嗯，开这一段，嗯，这个都是专业的，专业，专业技术，因为太平都是里面的人，这就是他们研究所里面的那个试车人员，是 ARTC 的还是普利斯通？不是 DS 啊，我们不是也去过 DS 的那个？对啊，测试，我说这一位啊，那应该是日本的、啊，嗯，都是什么新版屋被灌醉了。